什么是元音字母？什么是辅音字母？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一个视频帮你秒懂，那就是看发音。元音字母一共就有五个，分别是 A、E、I、O、U。元音字母发音的时候，声音直接从口腔里发出来，没有阻碍，不会用到我们的牙齿和舌头。比如说，元音字母 A。我们来仔细听它在单词中的发音 Bed Name Father Annie Orange Water China What 你看字母 A 它在单词中有八种不同的声音除了有五个元音字母其他21个都是辅音字母辅音字母在发音的时候气流会受到牙齿、舌头或者是嘴唇的阻碍比如说字母 B 它会发出 B 字母 S 发出 S 字母 L 发出 O 对应的声音而你有没有发现辅音字母的发音几乎很固定一般只有一种发音所以发音越多它越重要我们就称它为元音字母那发音越少只是辅助帮忙的我们就称它为辅音字母。你都学会了吗？学会了，给十七老师一颗小心心吧。